现在呢，有越来越多款游戏从 Xbox 360移植到 PS3 上面了，连这款《少女射击》也不例外哦。而且呢，它还活用了 PlayStation Move 的动态控制器，犹如呢在拿真实的光线枪在做射击一样，玩起来超有 feel 的哦。喜欢玩美少女游戏的玩家，总期待有朝一日能给美少女们爱的一发。别想歪，是用射击游戏的方式啦，那一定不能错过这款少女射击啦。这款由日本 Archimedes 公司开发的光线枪射击游戏，在2011年曾经在 Xbox 360上推出，如今也会强化移植到 PS3 上。游戏中玩家扮演的平凡男主角，因为被天使爱神之箭射中，变成本日限定对女孩子有致命吸引力的体质。玩家将要运用具备致命吸引力的眼神，施展费洛蒙射击来迷倒蜂拥而至的女孩，抵达心仪女孩的身边，表达自己的爱意。把恋爱游戏以光线枪射击的方式来呈现，也是本作最有趣的地方。至于 PS3 版本将会对应 PlayStation Move 动态控制器，游戏玩起来更精准。另外 PS3 版将会承袭 Xbox 360版中收录70名以上登场女学生，追加全新片头动画歌曲，追加脸红心跳嘉年华模式等等丰富内容。玩家们别客气，快来给美少女们爱的一发吧。